好，说到这个感恩节和耶诞节马上来临，那么这是全家团圆的日子，也是送礼的旺季，想要给家人或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礼物吗？南加州有一家健康产品业者特别推出了全年最大的促销活动，要把健康送给华人迎接新年。店里面的架子上摆满了各式保健品，强调所有产品都是日本传统工艺所生产。迎接感恩佳节，更要回馈华人的爱护，特别推出年度最大促销活动，强打创造幸福的新年礼物。究竟有多幸福？赶快来告诉你。所有的 WOMAKEN 的产品呢，超过80元以上的产品，我们都有赠送一个相当于69元的一个消化酵素，还有我们的发酵 L 型钙片。那在这个月的时候呢，赠送了一样产品，买二的话送二的。买得多送得多，业者表示，现在买这些保健品，等于把健康带回家，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，而且12月份就能享受现金回馈的好处。想要创造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。同时今年最夯的四大保健品加码送好礼来感谢华人，我们的酵素丸，还有我们的 B 补聚糖，还有我们的发酵红参，还有我们的蜂王浆，这四种产品呢是今年度呢销售的最多的产品之一，然后这四种产品呢是减价再送礼品的。迎接年终岁末的送礼旺季，行动不如赶快行动，即日起到南加州各大门市来选购，买越多送越多，不但荷包省钱，还能创造健康幸福的人生。祝大家感恩节快乐。中央新闻吴中国、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